我们在美国全没逛过二手，二手，就是。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美国全没逛过这家店？就是要去配合的。地图看起来很远的样子，然后发觉我们走的时候好快就到了。那你看后面有两个店，之前主要逛的一个是大王，一个是趴头，一个大王一个趴头。啊，趴头要逛，已经到了。在前面，然后前面还有 GU 跟 Uniqlo。那是北海道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大阪。